如愿，我要赶快前往苏秦那里，必须一起活着回到蜀国，不会让你如愿的，我要让你葬身于此。 小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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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只能撤退，父亲，您一定要平安无事。 成功阻止了他们的会合，这下与关羽的对决，你能轻松一些。金宝，敌将，你被我击败，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就一定。干得漂亮！ 太出色了，我也要向您学习。那群蜀军设置了鹿寨，必须破坏之后才能继续进军。 小师傅，原来如此，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小师傅。 小师傅，敌人追来了，快跑啊！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就一定消失殆尽吧。干得漂亮！小师傅。
里归我了。需要穿过此地，我们下不能让敌军压制这里。消失吧！联军之路被封锁了，关羽将军，希望您平安无事。消失吧！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就一定。消失
战斗起来真是英勇无比呀、啊！接近父亲，我们也想助父亲一臂之力，因此一定要在此将你们击败。消失了，但是对不起，消失我们要葬身于此了。消失吧，消失吧！我们压制了被蜀将防守的道路，消失在这里。阻止敌人的援军了，这样啊，真是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眼前的敌人了。消失吧，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消失吧，消失吧，消失殆尽吧，消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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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我没能拦住敌人，我去，你能帮助过我，消失吧，一将已被我击败，真是精彩的表现呀，了不起。消失吧，消失吧，消失吧，敌将已被我击败，消失吧，太出色了，我也要向您学习，消失吧，还是未能帮助父亲，消失吧，太不成熟了。您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啊，消失吧，我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，消失吧，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消失吧，国王消失殆尽吧，你的表现真是太惊人了，
师吧。消失吧，真是精彩的表现呀，了不起。消失吧，消失殆尽吧。消失吧，消失吧。消失吧，消失吧。这里归我了。老大岂能输给你们？我们也绝不会将麦城拱手相让。消失吧！久等了，我们是宛城派来的援军。哦，太感谢了，来共同攻陷麦城吧。消失吧！消失吧！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撤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消失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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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怪我太不中用，老大，对不起。消失吧，敌将已被我击败。消失吧，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就一定。前进，休想妨碍我们讨伐关羽，我来击败。休想逃走，消失吧！这算什么？在下还能再战，见识下军神之子的武艺吧！消失吧！消失吧！消失吧，平安。虽是敌人，但的确武艺惊人。之后消失吧，追寻关羽便可。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就一定。消失吧，你死。
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无论陷入怎样的险境，我都不会放弃。我要活着回到兄长身边，实现誓言。报告，襄阳的关平大人，消失吧！还给你，关平，消失吧！我绝不会让你白白牺牲。消失吧！总算赶上了，来吧，共同诛杀关羽。关羽大人。可是有军神之称的纪元，消失吧！我们联手应对。消失吧！消失吧！击溃敌人吧！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接下我关云长的李振发，击溃敌人吧！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停下！这个地方看来会有战斗，在这里加强守备。消失吧！可恶！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消失吧！战斗起来，真是英勇无比呀！消失吧！消失吧！为了兄长，一定要活着逃离此地。终于将敌军逼上了绝境，大家包围关羽。死了，关羽死了。军神关羽，
我真是太不幸了。都汉王朝的气数要到头了。嘘，不要胡说，当心被曹家人听到。你听说了吗？曹丕大人要称帝了。咦，那现在的陛下怎么办啊？难道说听说曹丕大人向陛下提出禅让皇位？开什么玩笑，谁会主动让出皇位？肯定是曹丕大人向陛下施压了呀。那他之前拒绝陛下的禅让也是为了避嫌？曹丕大人真是可怕。就是说啊，他真是个大坏蛋。吃点什么呢？欢迎您再次光临。嘿呀，是您呢！在那之后，您是否别来？好东西应有尽有。好东西应有尽有。您的光临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
曹丕大人，寿善台已经准备完毕。寿，我要铲除一切妨碍我称帝之人，再渺小也不能放过。我听到指为了保护皇上，只能拼死一战，就让我们来击倒反贼曹丕吧。会烙印于记忆之中，幸好这次成功了。啊，多么壮丽的战斗！争执不断，现在正是赚钱的好机会。相师吧，还真是不留情面啊，看来无法继续山贼的行当了。在我们的田地折腾，谁来帮帮忙啊？
谢谢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你们失败会烙印于记忆之中，幸好这次成功了。哦，您真是厉害啊，根本轮不到我出手。大人谢罪了。敌将已被我击败，在下心悦诚服，这便是武艺的精髓。失败会烙印于记忆之中，幸好这成功了。原来如此，我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
竟没人能够阻止我称帝了。开辟新时代的时刻已经来到。据说刘备自封蜀地，随后立即向东吴开战了。真是厚颜无耻，我们的魏帝明明已经接受了禅让，而且刚刚登基就要开战，还不是为了攻打登上皇位的曹魏，而是起兵攻打孙吴。刘备因为关羽被杀，被私怨蒙蔽了双眼啊！我非常明白，这种时候根本无法冷静。子桓大人，不对，陛下，还是叫我子桓就好。文烈，虽然属。据说蜀军在夷陵大败，刘备也。即将开始讨伐蜀国，仲达，说说当前的情况。刘备已亡，现在正是灭亡蜀国的大好时机。仲达，来展现你的韬略吧。是。我们的目标是成都，从五个方向包围，一鼓作气展开猛攻。哼，这种人能做到什么？就让我尽情欣赏他的失败吧。听说之所以曹丕大人能成为魏帝，全靠您在背后默默帮助。
相信你一定能实现曹魏的天下，我们也会全力支援您的。在新帝的领导下，魏国局势十分稳定，处理了内忧，果然颇有成效。有了你的帮助，我们可以放眼外界了。现在只要思考如何歼灭蜀国便可。我也愿意，但是哎呀，真是太说到这，失败会烙印于记忆之中。幸好这次成功了，好厉害呀，感觉不错哦。会烙印于记忆之中，幸好这次成功了。战局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消失吧！老魏大人的志向会永远留在大家心中。我们消失吧！一定要实现仁德之士。马超，消失吧！终于见到你了。来吧，与我一同坠入绝望的深渊吧！消失吧！消失吧！守护蜀国，无论面对怎样的强敌，我也不会退缩。消失殆尽吧！又一个麻烦的家伙在。
我来阻止可以吧？您休想妨碍王毅大人，就由我来做您的对手吧。休想逃走！再次设计陷阱，我真舒服。据称所夺，有仇，消失吧！为什么你要从我手中逃走？消失吧！这都是噩梦，我们永远继续下去吗？消失吧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就一定。您的表现令我诗兴大发，真是美妙。消失吧！消失吧！给我药！药，药，难道这……没……哎呀，我梦见……失败会烙印于记忆之中。好，这次成功了。国由我来守护，这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志向，看来是不会轻易放我们过去了。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撤退。消失吧！安宠将军，您没事吧？在下前来支援。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消失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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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得漂亮！消失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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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能实现父亲的信念，看来
都还是不够成熟。敌将，你被我击败，是心悦诚服，这便是武艺的精髓。消失殆尽吧！消失吧！就由我张苞来做你的对手，准备受死吧！消失吧！消失吧！消失吧！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消失吧！敌将，你被我击败，干得好，值得嘉奖。消失吧！我竟然无法阻止魏军，各位，实在抱歉。消失吧！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就一定。原来如此，果真是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击败，只要这样不断取得胜利，就一定。哦，真是精彩夺目啊！国王，您的表现真是太惊人了。